淀粉事件影响甚大的还包括了粉圆业者，担心影响业绩，现在有业者决定跳出来证明自家产品没问题，特别提供了5000碗的粉圆，只要消费者说出通关密语就可以免费吃得到。白文平也有最新报道。是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的这个粉圆店门口是聚集了不少民众哦，那么大家呢当然都是冲了这个清凉的 QQ 粉圆而来。不过呢，近期这个毒淀粉事件延烧，不少的甜点、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或者是一些食物都被验出了这个毒物哦，因此呢这间粉圆店呢是赶快跳出来声明自家产品呢绝对安全，而且呢这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包心粉圆呢都是检验合格的，还提供了5000碗的粉圆来请民众吃。那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。5000杯，好，5000，预计用全省有5000份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优格雪莎，包心优格雪莎哦，那个分送给每一位好朋友们来享用。那老板娘呢，刚刚也有提到，就是为了让自家产品呢来断绝这个毒淀粉风暴的影响，因为呢这个事件呢延烧越来越烈，影响的层面呢也越来越多哦。那因此呢，业者呢特别挂保证，让民众吃得安心，所以在全台湾的各分店呢是提供了5000碗免费的粉圆，民众呢只要到店里面喊出通关密语就能够免费吃。以上就是您掌握的最新状况。